越来越喜欢吴贝贝。你越来越喜欢吴贝贝啊？那你是为什么呢？吴贝贝，吴贝贝，那个向雷明说他越来越喜欢你，于是你喜不喜欢他呢？那杨立凡也喜欢你了，你喜欢杨立凡？我被拐了。你喜欢杨立凡？为什么呢？被杨立凡整得太丑了。跟哪个女孩子最好啊？在班里面，这个要保密。哦，是吗？为什么？说了什么意思？我必须要保密。我们不跟别人讲，这老师也不在，可不可以告诉我们？不行，必须要保密。是吗？那不说那个最保密的，第二保密的女孩子是谁呢？这个可以说了吧？这个也不能说，也不能讲。但是保密的事情我都不能说。啊，是。今天我看谁的桌子上面最干净。这个圆子最好吃的。我恨不得说一句中国队不加油，中国队懊悔。运动员出场之前呢，是各国儿童组成的小护旗手。今天六十队穿红色球衣，中国队穿的是白色球衣。由于中国队前两场比赛呢全部失利，所以现在已经失去了进入复赛的机会。中国队也只能跟几个怀化的国家的打赢，现在亚洲国家都进不了，就中国。米卢东是中国队的教练，我还知道他的整名。他的整名叫什么？米卢蒂诺维奇。米卢蒂诺维奇他是哪国人呢？好像是南斯拉夫的。这是中国队的本届世界杯上的最后一场比赛，赛前奏双方国歌。中国队面这世界杯要四到九个鸭的呢，跟哥斯达黎加吃了两个鸭蛋，然后跟土耳其吃了三个鸭蛋，然后跟巴西吃了四个鸭蛋。今天中国队输了球，没有进球的话，你们几个人全部留在小班，全部留在这里，也不回家了，还在疯啊！中国队一球都没有进，你们还高兴？连着土耳其进了两球。可以说，土耳其这个国家就像有点怪一样的。他有一大部分是在亚洲，有蛮小是在欧洲，为什么他非要在欧洲踢，不在亚洲踢呢？他可能觉得亚洲太歪了。中国队已经都输了，你们还疯？我们不服呢。啊，你们不服要为中国队加油呢？土耳其加油！我想要他输。爸爸是我舵手，妈妈是我大手，爷是我机商，叔叔是我机商，因为都是一个耻辱里面的。哎呦，老少年老，老少年老，女子女子女女，好啦的好啦 ，see you， see you。日本好的地方就是。
我们中国没有的温泉。日本鬼子是最坏的，他们打了中国以后，他还跟日本人说，我们没有打中国。他还把书上的历史改了。日本人并不是全部都是日本鬼子。什么样的人就是日本鬼子？就是日本人里最坏的一种人。他们早上有很多人死了，有很多小孩子没有家了。哎呦，就是，还天上掉导弹下来，飞机投弹，嘣！谁投的？飞机。飞机是谁的飞机？是美国。哦。美国和伊拉克打起来了。美国为什么打伊拉克？因为美国要点油，伊拉克说你们是坏人，我们不给。他们就说你这不对那不对，就说我们什么不对呀、啊，就打起来了。哦，就这样打。你告诉我非典型肺炎有些什么样的症状？主要是发烧，后面在家，舌头有点黏黏的，吃不下饭，还有全身无力，干咳，有明显的呼吸道症状。哦，那你怕不怕得这个病啊？其实我也怕。那像刚才你这样擦一下鼻子，擦一下鼻子会不会传染？擦一下鼻子，如果是手干净的还好。啊。那是我鼻子痒。热不热的吃饭呀？你怎么这么健康？再煮点小冰龙。33.9公斤，往后站一点，好了，好下去吧。我说的两个怎么还有？118.3公斤，公分。26.5公斤，43.1公斤，好了下去。怀念你的最后一次在干什么？最后一天在干什么？我是
袁老师也要生了。啊，袁老师也要生了。现在印度快超过我们了，因为我们中国最多只能生两个，印度下生都可以。你知道我家就生了几个孩子？六个。我妈是老六。今天用筷子看谁能用筷子吃的最快啊！不要小心，不要把嘴巴给杵着来，快三